超商人潮络绎不绝，咖啡点心都有人青睐，现在更能拿健保卡预购口罩。操作事务机插卡后不到五秒钟，立即辨明身份，跳出手机号码，再确认超商所在地，就能列印小白单。过去如果是网络预购的话，是必须要三天的预购期，再来是三天缴费期。可是现在来到超商是现预购现缴费。好，等等哦。一条龙搞定，口罩 3.0 上路第一天没有宕机，也不必苦苦等候，大约五分钟完成，民众反应也多是好评。我忘记过一次，对，然后一次就没啦，对啊，所以来 Seven 的话是可以缴费完又预购，我觉得这还 OK， 就是还蛮方便的。本来就会来超商啊，对，就顺便可以买，也是蛮方便的。过去有在药局排过？没有哎，药局真的不方便，人也太多了。网络部分也跟进，不必再分两阶段预购，缴费一次完成。口罩 3.0 不仅要罩得住，也要更便民。大爱新闻杨韵慈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